确实都是大角，都不错。我就感觉特别的自卑，为什么呢？不如人家。哪儿不如啊？不如人家呀。嗯，人家现在传宗，你看到过孔云龙吗？电影电视剧你看到过孔云龙吗？师傅您得捧我呀。我得捧你。您得捧我呀。好孩子，我来的早啊。嗯，那个时候郭麒麟才那么点儿。对，是陶云胜才那么点儿。陶阳。陶阳。嗯，于大爷那东西才那么点儿。我那么点儿。你俩都说清楚了啊。对对对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你说的怎么于大爷就干嘛？要请我啊？啊，怎么着？耳朵点关注不迷路。抖音。